懒是这样哦。对，然后别的还别的还可以直接传到你家的里面。我们丢了，来收刮了。箱子里面应该剩一组的铁吧？对啊，没关系，我晚上再挂着给他做。哦，所以你晚上再挂这个哦？对啊，挂精华啊。哦，我以为你在珍怪钻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在挂珍怪钻，我就挂这个。啊，他们打我就会死，我就不用理他们啊。这些精华要做武器吗？水。有啊，我武器已经做啦，这个啊。终极精华剑，它伤害有21颗星。好，我先偷走这颗，拜拜。是21点还是21颗星啊？不知道，总之他写21点吧。那21点就是10颗星。没穿装的也是一刀一刀秒了，没穿装就是一刀秒了。这个两个不是，哦，照做整理好累哦。啊，等到你那个东西做出来之后，他就自动帮你整理啦。啊，对，你要做赛特斯精华哦。可是我不知道找陨石吗？还是你那个用的话就可以用了？我可以，如果我直接中他的那个碎片的话，可以直接合出那个，啊，模板啊。哦，好，是我要先走，找到陨石的，有我有，你有陨石？好，没有啦。哦，陨石，就知道这时候会理我。他只要听到关键字才会理。哪有？陨石你有？就跟刚刚一样啊！我刚刚说我有五万多个精华，他都没有注意，啊。没有，我想说你的精华不是就是要换木头还是什么的？没有，精华有很多种哦。好的，兄弟。哪有？被敷衍的。哪有？哎，我应该再做一个就够了吧？如果我做弓的修理材料是剑。剑是不是弩的那个握柄的位置，还是弩的弓的位置啊？不是都头吗？我就不知道，我还没有。我不知道，我也没做。如果是弓的位置的话，就要三个锭呢，有点多。我觉得我需要自动合成。合起来咯，还差六个，还差六个啊！下去挖矿，好，下去挖矿。现在没有跳成就，我跳挖就成就，跳什么成就？我刚刚看到我的效果是射，对吧？你中辐射了，辐射两等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中辐射了，是不是有核的东西？切，那挖掘加速了吗？没感觉。有，不够，还要。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什么古代？那古代什么忘记了？古代什么？就是那个会射火焰给你那个傀儡。来傀儡。还有他的家。哎呦，超恶心！我死掉了。你的装备不是弄起来了吗？他现在还很脆弱。哦。装备没有升啊，好，叠加，哎，没有环铁，啊，看我用了这么多，我才用了一万个，我还有三万多个，哎，我用不完啊。什么东西？这小僵尸也太恶心了吧！下界精华，你 是不是要帮忙？不用，好，你讲的哦，真的。
我多 rush 几次就好。那我祝你怪的生意兴隆。怪的生意兴隆吗？怪生意兴隆。铁一二三，被报复了，可恶！可恶！可恶！你怎么这么不争气？可恶！张凡心，你的防御只有几格啊？差一格就满了。那为什么我做起来超弱哎、欸？哦吼，想知道吗？是我没强化的关系吗？应该是我装钻石的关系吧？它可以让它更硬吗？哎、欸，可是钻石在装备上的耐久是加150，然后好像是额外加两颗吧。嗯，我那时候强化的时候没注意。来看一下，瞧瞧看。我说我的防御力好低哦，被摸个几下又爆了。先放钻石点啊，然后。太多了，意思。木头精华不要给我了，走开了。太多了，木头精华已经多到觉得烦了。不能不中它吗？可以不中啊，只是想说都已经弄出来了，就给它放着啊。啊，我看到袋子里还有。钻石，好了，先加个钻石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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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三，哦，现在是高级的，高级的还不够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，木精华？有些，刚叫我吗？你怎么又把我叫出来呢？给我回去。嗯，四个，多一点点，可我差一个。拜托，看新大陆有盖家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看那个家是什么？那个家是狼儿自己没问过，结果盖出来的东西，我还差点把它给拆了哦。盖家干什么？浪费，而且没经过允许，是不会出现在我的地图的。经过我允许就该加，干什么东西？浪费材料。虽然他好像也被我拆掉几个建筑物了。那边是我要干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就他把我那个铁巨人塔的地方拿去盖他的雕像，我就把他给拆掉。你怎么可以拆掉我的雕像？那是我要盖东西的地方。我说盖什么？你知道就知道了，不要问。哦。嗯，这个拿起来，然后风的身体啊，这里，然后这个放上去，木头放上去，放上去，等你整到四放上去，放上去。我来烧阿迪特好了，我从来没有烧过阿迪特，我们来烧一点，烧了好多，烧，这个是不是要用剪刀剪掉啊？这个是、黑莓叶子啊，蓝莓的那个东西，要拿剪刀剪啊。黑莓叶子，还是用？它是长在地上的吗？那是灌木丛吧？对，灌木丛。灌木丛是用手打就打下来，记得可以直接打叶子吗？哦，就它是一块的吗？对，用手就可以把它打下来，不错。要养蓝莓，绑定结我要用直的，直的绑定结，直的。哎，还有这种地方，注意点哦。不要太嚣张哦，你要注意哦。好注意。
黑莓，黑莓打那个。啊，黑莓就要用剪刀了、哦。黑莓叶子。黑莓叶子。哎，嘎的。嘎的。石头爪。提嘎的来，十一点关台。十一点关台。哎呦，十一点关哦。真的也不行。感谢会员。我要吃什么？百战百胜战神。百战百胜战神。对。我的现新的订阅铃声，想说前面有个 one two three 炮，结果还是被吓到。有个预备哦，还是被吓到。我的弓要用终极精华来修理，是不是有点贵啊？很贵，可以量产吗？是可以量产，没错啦，但是合的时候蛮麻烦的。哦，是哦。嗯，不管了，做了。我弓是打算，我忘记那时候看到，一个配方还不错，都在做。有了。哎，我记得弓不是会自动装填吗？十字弩、啊，十字弩啊，弩你要去装啊，要自己去装它。嗯，哦，是快速拉弓才能够自动装填的意思吗？还是相同意思吗？还是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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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怎么会有的声音？地下蛋，不是要录音的吗？地下蛋学一下。嗯嗯，给我生，好多东西要整理哦！我的天啊，他没冒泡泡。火化持久是什么效果？啊，火化是那个的。有了有了有了。持久又是什么效果？哎，每次答案得最累的就是怕他被自己烦死，就拿不到中介水晶。两颗，两颗啊！鱼儿想到了，啊，我还没拿，可豆拿什么？啊，可可豆，好，我去村庄那边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村庄，我要改种大一批，好，你可以传我了，头文字 D， 来了。呀、yeah! ，哇，这盆好漂亮哦！这什么？藤蔓架，藤蔓架，他们的农田。哇、哦，好赞、哦！然后旁边就是那个丛林、哦，你自己去找吧。漂亮哦，你是绿色的哎，绿绿的。你要把它带回去笼了吗？林业家，不，这种比较特别的，我不会干傻事。哦，哦还有换蜂巢的哎，嗯，都要带回家。我先回去了，你自己弄吧。好，给我了。嗯、啊，我要把那个删掉。你们那边还有那个吗？经验修补的史莱姆、嗯。我很多啊，你去我的最上面箱子拿。最上面箱子。是青苔球吗？还是什么？对啊。已经帮你传边边了，自己弄就好。Waiting server。我拿个都拿，不用客气。我拿个两颗。Man cake， 今天真是多到爆炸，所以才会这样子搞。哎呦，白痴哦、喔！嗯，那你的桌子在哪里啊？你的合成桌在哪里？你找不到吗？他隔壁而已、啊。哦，我看到，在这里。
这里。哎，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？哎呀，果酱的是不是？果酱啊，果酱，可可豆，嗯，然后就是没有可可豆的丛林，怎么办？这我就不知道咯。对啊，背包一直填，那是因为我要在野外修装备的时候用的。